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来到板桥的老皮面线羹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，就在板桥的文胜街上。好，那各位等一下看影片的后面就可以知道，说我真的是跑了蛮远的啊。有可能这个短短几分钟的影片，可是光这个路程就还蛮远的啊。好，那重点就写过年期间正常营业啊，这个要找到吃的不容易啊。好，这个就是现在非常要强调的是使用台湾猪啊。然后这边就有三种口味：大肠鲜科、鱼羹、香菜、蒜泥辣菜脯。哎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哇，那过年还有在营业，这个太拼了吧哦。燃烧自己，燃烧生命，燃烧大家。哎，对对。好，那重点我就是要那个大的综合面线这边吃。哎，全部都加。好。你们有没有那种那个什么单点的什么科或大肠的那个单盘的？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。对，就组合的。组合好 ，OK， 那就一份，谢谢。好。好，那这鹅啊就还蛮饱，蛮饱满的啊。会更饱满。好，夏天会更饱满啊。现在是极限。这样我懂，因为据说这个气候的变化，那个鹅啊就是会有大小的。然后就是冬死的啊。对。哎，你看台湾好像产鹅啊的产地没有很多地方。冬死还有那个布袋，还有澎湖。那澎湖台湾基本上吃不太到。哎，那凶啊。澎湖他们自己那边观光产业，他们就用量就够大。嗯哼。除非那边有量产，我有拿过一次，拿到澎湖不容易。哦，那好吃吗？它会有一个那个蛤蟆的味道。是哦，很神奇哦！鹅啊里面，你第一口下去是蛤蟆的味道，然后再出来就是鹅啊的味道，它有双层的味道。哦，那真的特别，记得去吃澎湖，一定要试试看那边鹅啊。会不会很贵啊？那你说我们拿吗？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的在拿，没那么贵，还好。是哦。对啊。好想试试看哦。运气，那个真的运气。这样。因为那边很少会送来台湾。再吃这肥滋滋的大肠啊！看就让人很兴奋啊！哎，中间油去掉了哦。对，我们都会剪开吃。这样，不要去啊！去了不要去才好吃。会留一点。会留一点，对。全没有完全去掉的话，那个腥味太重。哦。那个而且打开洗会比较干净。啊啊。哎，那喜欢贵摊在这边已经开业多久了？在这边半年多一点点。半年多一点点。那一定是相当喜爱面线，所以才会开这个，对不对？就是刚好是阿嬷传承下来。哦，这样啊。对，阿嬷的味道。那经过改良。好，那对啊，不错。对。呵，雄厚啊！在这个是鱼，肉羹吗？鱼羹。鱼羹。石目鱼羹。沙巴鱼羹。好，再来就加入这个辣菜脯跟香菜。你要加那个吗？哎，不用啊，这样就好了、哦。那老板就是说这样的话是算75哦，有多加鹅啊跟多加大肠，啊再加上这美美的辣菜脯哦，然后来自这个阿嬷的味道。好，现在就赶快吃吃看啊、哦！然后这个是肥滋滋的大肠呢、啊，但是有去油了啊。嗯，啊，卤得很入味，然后有点这个中药的香气。哦，辣菜脯有辣哦。嗯，好、哦，这个佐料搭配的很好啊。嗯，然后石目鱼有石目鱼的这个鲜味啊，然后还有鹅啊的鲜味跟面线整个搭配在一起啊，料跟面线是味道是混合的啊。
先分离再混合的味道，像交响乐一样。然后那个辣菜脯就像中间那个点缀一样啊。然后还有淡淡的柴鱼香，我觉得算好吃的哦，不错啊，过年期间还可以吃得到面线，算赚到了啊，好吃啊。好吃，就只是大肠比较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油一点的哦，比较健康的大肠。基本分数我会给93分，还蛮好吃的。它汤头就带着这个淡淡的甜味啊。好，那桌子就只有一张了哦。谢谢，我们就一起入境好了啊。新年快乐！会坐在一起都是缘分的啊。香红这是有缘的啊。两个鱼跟一个石头，都大的吗？其实讲直白，就是过年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，看到有在卖就直接出了啊。好，那我觉得加了这个菜脯之后，味道就更加的好了啊，所以这个分数就再加2分，96分啊，好吃啊。好假啊！这个比较好做吧，看着。它这里面最好吃的料，我觉得是鹅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鱼羹啊。大肠因为不是我想象中那样，是我个人啊，就觉得还好啊。但是面线跟汤头我还蛮喜欢的，不会很浓稠，然后是手工面线。那老板也是帅哥，这样啊，这个都有加分的部分啊。好，桌子只有一张啊，所以这个要是来的客人是美女的话，你就赚到。要是这个长得像这个，要怎么形容呢？如果是龅牙，然后眼睛稍微有点可怕的话，你也是要忍耐啊。这个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啊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辣菜脯就是一个很好的点缀了。好，就这一罐了哦。红彤彤，加起来要小心一点，可能还蛮辣的。好，那分量还蛮大碗的。好，满满的料，不错。但是要记得我这个是有加钱的啊。典雅的味道啊，就是传统风了啊，好吃。这一颗营养不良，这不能怪老板了，这怪那个海怡他的妈了啊，而他的妈把他生得比较瘦。那我讲的比较好笑一点，希望各位能够接受了哦。这个就还 OK 啊。好。这样就看得很清楚了哦。可以来尝尝看。大肠就长得头好壮壮啊。拜拜啊。那口味我觉得还不错啦哦。就叫老皮面线羹，
好，那各位来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那今天又再度来到永和区的赖妈妈早餐店，然后这边就已经有写了，感谢 TVBS 时尚玩家莅临采访，所以现在这已经是一间名店了、哦、好，但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，永和区仁爱路205巷这边，好，就算是过年也赚很大啊，不是那个也是这个热诚的服务各位啊，啊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啊，这个馒头包子，这个还有馒头蛋煎饺都有，没有煎饺啊，不是煎饺，那个我卖煎饺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那我叫那个一笼小笼包这边吃，哎、欸、啊，阿嬷好久不见了，希望你一切都好，哎、欸、我很好，哎、欸、太好了，哎、欸，后大家的舞都很好，大家都很好。欸，阿嬷看到你最开心的。对啊。然后重点是这边豆浆哦，只要一杯的钱就可以喝十杯这样。你喝一整锅一样。哈哈哈哈，你喝一下喝一整锅也算一杯的钱。哎、欸，对对，感恩呐、啊、哦，月底的救星，然后这个。是应该的啦。真的哦。你两天没看谁的，就交给你好好旁边。哎、欸。也表示我东西好喝，你才会喝那么多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喝越多我越开心。这样。啊，那我要一个不熟的荷包蛋。好。那我还要再外带两笼小笼包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感恩呐、啊。好，谢谢你啦。哎、欸。哎呀，有你真好。真的哈、哦。对，当然啦。没有你，我们怎么走得起来呢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小人物而已呢。小人物、大人物用。小人物是大人物做大人物的事的材料。真的哈、哦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哦。这边吗？感恩呐、啊，哎、欸。这边吗？哦。哦、阿嬷就非常的和善呐、啊、哦，感觉就像自己的阿嬷一样。我是大家的阿嬷。哎、欸。然后最重要是这边那个蘸酱哦。杯那个中杯的热豆浆豆腐糖，新疆没有很热哦，温热的啊，可以吗？它的蘸酱很特别，有那个豆瓣在里面。对。哎、欸，所以特别香啊、哦。就这个，记得一定要蘸啊。哎，谢谢。然后北泡泡的小笼包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冰柚啊，超美味的。嗯，嗯，很扎实，很有自己的风格，好吃啊哦。现点现包。嗯嗯嗯。好，在这过年期间想要吃到好吃的小笼包就是这一家了。我不见你该有，你现在你用我火气的用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很 juicy 哦，赞啊！谢谢。嗯嗯。今年快乐。然后这一家 N 嫂也很爱来吃的。哦，这样这个蘸酱超美味的啊。嗯，咸香啊，咸香哦，赞！来，我来叫，到了。啊，不愧是这个时尚玩家报道过的名店啊，好吃。太好吃了哦，赞！嗯嗯嗯，啊，大口满足。没有。好，那分数当然是100分了啊、哦！对我这么好，然后这么亲切，然后阿嬷又这么看得起我，那就是100分，哈哈哈，赞啊！有阿嬷的味道了哦，好吃啊！好，在这个半熟荷包蛋啊，应该是喜欢的比较多。
好，这个半熟荷包蛋也很赞啊，这个就不吃了，不在镜头前面吃啊，不方便出来啊。然后赞哦。好，在这个豆浆啊，就讲过了，一杯、两杯、三杯、四杯都算一杯的钱啊，所以就尽量空着胃来喝，这样才会赚到啊，不是？哈哈哈哈在店家都可以续杯的。哎、欸，阿妈辛苦了哎、欸。不会，我很喜乐啊。哦，这样哦。对啊，越做越开心啊。哦，这样。那个小笼包都做完了哦。还没呢，等到。哦没看还这个纸，安尼看这，他修高些。哦，这样啊哈，反正想要拍一下阿妈做小笼包的样子，我没关系啊，随缘随缘。没有，等一下还会再做。哎、欸、，OK OK， 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做小笼包以前你好像有拍过。对啊，但是这次拍画质会比较好，是4K 画质啊，会拍得更漂亮，拍到你的毛细孔哎、欸。4K 哎、欸，4K 哎、欸。这么厉害，不习惯的。基本有年纪了，拍得不好看。哎、欸，要近距离，近距离照一下。欸那留下永远的纪念，哎、欸，不好看、啊，好看啊，那不好看，好看、欸，真的很好看。无啦，老阿拢会有翻拗起来，拢不会啊。因为不是之前那个 YouTube 上有个快乐骂吗？快乐骂就看起来就很开心，年真的、欸、开心又快乐的样子，这样就很棒啊。我今年77了。真的哦。对。哈哈哈，看不出来了嘞、欸。因为我会动你，我学会动你。哎、欸，你学会动哎、欸，很简单。心情保持轻松开朗。答对。哎、欸，每天看到你们，我就很开心，当然就没有什么可以玩乐。哎、欸，他跟年轻人在一起，你会变成让他们带动我。哎、欸，充满正能量。对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开心哎、欸。哦，我们就比较阳光了。对对对对，哎、哦欸，要把欢乐带给全部的人。哎、欸。大家欢乐带给我、欸，然后但是早餐来吃也是要收钱，也不能只有欢乐。哈哈哈哈哈！各里都很好，哎哎哎，好，太好了。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哎、欸，是那个心灵跟心灵一种感觉的问题。欸、我知道，其实这边小笼包也卖得很便宜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吃又有古早味，然后猪肉馅又新鲜。欸给你贵是另外一回事，人与人吼接触，你讲像饮酒的人吼，下饮的人千杯不醉嘛。哎。啊，那讲话可以投机吼，也是三面三你都讲。千言万语哎。说我拢讲不完啦，一样的道理。哎。虽然阮这人就拢敢那家人一样。哎。没有分说你我，没有再分。哎。太好了，好，那阿嬷也辛苦了哦。那阿过年是什么期间？会休息这样。我只有礼拜二公休你。啊、哦、啊。我们固定礼拜二休息。哦，这样啊，但是过年期间不休息这样。对 对, 對。只有礼拜二。对。好，那各位朋友就听到了哈，那就赶快冲过来吃。如果你不想吃三香巧夫或者是那个吉野家，这就很好的选择哎、欸。对。天气冷冷的，吃暖暖的包子。哎、欸。然后吃阿嬷的这个爱心哦，还有饭团呢。对，你说爱心这一句是正合我意。哎、欸。有人给他摸你是加什么料，我怀疑。哎，爱心，就是爱心。这真的这好吃。就是、爱心哎。啊，以前工作有一个客人说，你是参摸分手，摸我那加一条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钱可以加那个东西。哎。他是跟我开玩笑的。哎嘿嘿。我参小料啊，就讲，啊就参糖啦，吼、哦，啊参盐啊那我唔行，都有啦，但是重点就是。爱心，一家人的爱心在里面。嗯，吃的吃得出来。嘿，像我豆奶，你讲好啉，我唔是，我拢挂豆豆腐，豆渣渣下去煮。哎，敢那咱空白骨咁款。哦。即卖你做拢较简单化哦，加起下出来哦，豆即豆皮，豆渣就不要哎。嘿，豆奶的水。哦，所以它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古早味了，没有那个原完整的味道了，不完整了。伊做较，阮做较费劲，阮着搁洗，搁落土水头，搁豆奶，啊，着搁洗个毛啊，啊，较会臭渣接点，爱搁烤起。嗯哼。哎，恁即摆来爱豆奶水流出来，听滚，大风足袂歹。才一半就干起来，啊，我坚持我要安尼做。哎，因为这样才会有古早味。因为你豆啊吼，那个落空起来吼，靠豆的味道，啊，你那个粉条太浪费了。哎，
但是我的直觉感觉讲，以后若讲家己这锅家己无吼，拢换新的家己，袂当挂头啊落煮，甲豆渣落煮，应该就爱用啥物方法？你可能若可比讲，你一天煮五斤豆，你要再加两斤的七斤。哎，哦，味道重一点。对，你若安尼的豆浆就是比较浓啊。哎啊，可是这样讲秘密就都出来了哦。嘿，没秘密。有没有秘密啊？世界上没有秘密。这样哦。好东西要大家分享嘛。这样哈、哦。我不会看崩。那个，他说，只要你愿意学，我都愿意教。这样啊。哎呀，肩头上面秘密没有秘密，就是要大家吃到好吃的东西啊。让有做的人他知道方法，我们要怎么去做出去。好，谢谢。有道理啊。分掉一个豆类，分掉豆渣渣下去。好啊，我是没去啊。豆渣渣下去就摔掉，最后一天给砍回去，用闷的，跟咱那炸鸡搞法，无啥小利用去的，跑去找那些那鸡肉最软最好吃。哦、好，哦好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你刚刚有客人了，那就好。没了，你要随便给练姐姐。好好，大家都好朋友。大家都好朋友了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好。不会了。好，那但是还是先 Andy 一下好了。这个话匣子一开就是这个三天三夜都是这个话家常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好，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年啊，拜拜。好，那今天一样从吴兴商圈这边出发。这么早就有卖沙威玛？这么早就这么拼呢、欸？对啊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谢谢。哎、欸，加油！因为那位置已经租下来固定了，想说来加减买买。这样好。谢谢。哎、欸，希望您生意越来越好。谢谢谢谢，托你吉利。好。来看看大家们。就是这个黄鱼叶干。要不要再看看？喝一杯没关系。好，加油！谢谢。黑糖魔力啊！对对对，黄鱼叶干黑糖魔力，谢谢。要不要来一杯？哎、欸，好，这样好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、欸，辛苦你啦！啊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很和气的老板娘在吴兴商圈。一样没什么人啊。
样啊，吃东西一样是不好找的、啊。上才60啊，我真的没有骗人啊，时速才60而已。这样子看着我嘛，我很不好意思呢。对面的女孩，你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
里的表演很精彩，不要对我不理不睬。今天呢，他去板桥好了啊。就有个卖吃的拉雅汉堡，拢是人啊！有在卖吃的，生意都很好。啊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会三心二意，因为我对吃的都一直都很三心二意。哈哈，有可能路上看到别的好吃的，我就停下来了。从这个巷子进去，这样就了解了，我每天真的是到处奔波啊，朋友啊。啊，这边就是环河东路。就希望各位朋友喜欢这样的影片了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
所想要看的华中桥。像这样偶尔拍道路里面，各位有喜欢看吗？真的有喜欢看吗？好，我个人希望是有啦。阿弥陀佛啊！好，那让各位听一下这个敲鼓的声音啊！哎，那个敲木鱼啊，诵经诵经啊，诵经的声音。再来，我不是很有把握，因为我没有开导航。
还好，很容易找到啊。好，再就看老板愿不愿意让我拍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这边就吃好了，那现在就走了啊。神爱世人，花啊！啊，刚刚那个面线口味还蛮不错的。啊，老板也很和善。刚这个地方是叫板桥观音庙，好，那真心的希望各位朋友跟我自己还有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，然后再度过这个新的一年。啊，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带给各位欢乐啊，然后这个也能够得到你想要的资讯。因为今天阴天的话 ，N 嫂可能不会出来，所以我可能还要再买一家。你过来面线吃一餐可能不够。好，这个时候的选择就有可能是吉野家，或者是我知道的一间很有名的早餐店，看他有没有开了。好，那还有在国外的朋友啊，跟粉丝也希望你们都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安。尤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，或是中国的，都希望你们都身体健康平安啊。有朋相缘都是朋友啊。是不是啊，朋友啊？不然你就不会看我影片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大家常欢笑，眼泪不会掉，时常怀希望，不必心惊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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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小世界多奇妙，世界真是小小小。
笑得非常喵喵喵，这是一个小世界。啊，忘了。老好啊！哦，所以说当 YouTuber 真的是蛮辛苦的哦，不管是哪一位，都希望都给他一些鼓励跟掌声。都一样啊，什么工作都不好干。右上角有点雾雾的，那是因为雨水的关系。新生路，就从这边进去好了。事实上，我曾经在新生路住过一段时间。哎，单行道，到底是不是单行道呢？美而美。外星人早餐啊！现在搬家搬到这边，上次有问他说可不可以再拍一次，他说不行。哈哈。要找的，哎，好，啊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朋友住哪来着的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住古巴的朋友，他以前旧家的附近，但是他现在也很久没有来我的频道了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各位朋友，其实我都记得了。就希望你们都平安，不论你有看没有看呢、啊，还是真诚的希望你一切都好。好，那如果等一下到那边那家店有开的话，这个影片就在那边结束了啊。
因为也开始下雨，比较不适合再继续拍下去了。如果它有开，哎，太久没来了。第二个箱子，哎，有开呢，哈哈，有开呢。啊，新年快乐你啊！好，新年快乐，拜。